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，结构更加复杂，体量更加庞大的环境，对公共消防安全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。一根烟头，电器故障，燃气泄漏，生活中的用火、用电、用气，都有演变为火灾的可能。多数危小火情被及时发现控制，使每一栋楼都可能发生火灾这一事实被忽视。而火灾防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必须全面顾及的系统工程，任何环节的管理疏忽都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设施和城市基建，然而大量的建筑存在较大的消防隐患。长期以来，水箱没水、管路没水或管路压力不够、消防控制柜长期置于手动状态、缺少定期巡检等问题层出不穷。残酷的数据表明，人们疏于消防水系统的维护与监管，对火灾防范缺乏敬畏。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作为有效灭火系统之一，火灾时通过喷头爆破喷水后自动连组起消防水泵，能有效将火灾灾情遏制在初期。若消防水系统完备，能够极大降低重大火灾的发生概率。凯泉为解决此问题，率先设计出物联网消防供水机组。凯泉物联网消防供水机组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，实现消防泵房水系统平台零基础便捷管理，用户可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实时监察泵组各项电参数、水箱、水池实时液位、消防系统的管网压力、系统工作状态等，一旦异常自动报警，提示负责人及时排除隐患。此外，机组支持整套系统工作状态的全生命周期历史记录查询，防患于未然。消防机组由消防泵、集成管路、控制系统组成，共研发出五套标准管路规格型号、311个系列产品，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。消防泵是消防系统的核心，强大而卓越的研发团队使凯泉消防泵参数覆盖广、运行更可靠。凯泉秉持匠心与科技的初心，引领技术创新，打造更为高效可靠的产品。标配消防泵性能测试、智能巡检以及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测功能，全流量无过载消防泵检测，在满足现有消防泵性能要求的前提下，又要进口正压时测出最大轴功率，且电机配用功率大于等于最大轴功率，确保消防供水系统更安全、更可靠，符合以及高于国家标准，验收无忧。消防泵进出口配备主要供水管路、水泵性能测试的流量压力回路及巡检回路，保证用户能够随时对消防泵做性能检测与巡检测试，确保消防系统核心硬件的安全可靠。管路结构及阀门设计符合国标设计规范，整体结构高度集成化，并采用沟槽卡固连接，满足便捷安装及用户日常使用要求。凯泉四大系列消防控制柜产品型号齐全，精选国内外元件配置，均获单柜消防认证，多接口多功能，实现全参数监测、全数字控制、全智能巡检，实现功能集成，提升空间利用，实现便捷可靠的低成本火灾防控管理，保证消防系统的安全性、可靠性，为消防验收提供保障。此外，因为压力监测点误报警时有发生，
大多数管理人员将消火栓棒控制柜开关打至手动状态，无法保证消防供水管网压力充足，遇到火灾时难以及时启动。凯旋的无过载技术在低水压情况下也能保证消防泵开启，提高泵的可靠性和承载能力。专注技术的同时，凯旋以贴心周全的服务守护对客户的承诺。用户选购凯旋消防机组可享受售前、售中、售后各个环节的细致服务。近年来，凯旋物联网消防供水机组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。善水之道，以利万物。上海凯旋怀揣社会责任之心，深耕调研，顺应市场，精进技术，积极推出更多可信赖的优质消防产品，为用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驾护航。